一首《望星空》。怎么样，星空上望到了什么？大家望见了什么？刚才有没有看见星空上有什么？是不是有嫦娥一号？有没有见到嫦娥一号？谢谢你，明明。哎呀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嫦娥一号，那说起来现在的高科技呢，
人们很厉害啊，很可以用 computer 来谈情说爱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外甥女也是教我用 ICQ 怎么样跟人家交朋友，我也试过，但是呢，不是很适合我呢，因为我是传统女性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那想起来以前的人们啊，谈情说爱，大家知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？哎，谢谢你，比利哥，又来捧场又给历史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大家知不知道以前的人们谈情说爱是用什么方式呢？那我接下来这首歌是来告诉大家，是一首《绣荷包》。听好了。